1月7日，西瓜视频全新自制综艺考不好没关系看片会在北京举行。西瓜综艺合作负责人庄军欢呼一家传媒 CEO 向俊、主持人陈明等人出席了看片会，并在现场就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代际冲突等社会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所有的家长通过这样的节目看到别人家是不是有他可以借鉴到的好的方面，那自己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可以修正的一些东西，那可以带来一个思考。小学是孩子跟学科学习初次见面的，他到底有没有好感，小学老师是非常关键的。那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学习兴趣、学习的信心、学习的动力、学习的习惯全是在小学阶段。据介绍，答题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也将成为此档综艺的一大看点。节目后期将尝试大小屏互通，让线下的家庭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能实时参与答题。非凡娱乐实时报道。